手游酷玩。是草莓，让我来尝尝。是谁干的？美味。小蓝鸟，我后院种的草莓是不是你摘的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才没有呢。没有就好，这种草莓不能吃，酸死人。不酸呐，挺甜的呀。比去年种的那株金桔好吃多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挺甜的。点击订阅。